来啊，弹字的哦，发什么？要不要开枪呀？我靠！用，哎，干，抓起来，王子，王子。靠出来！刚听第二个广告的。还在吃吗？没有。我结婚。八八一嘛，八一包，八八一嘛。终于八二手一走啊。对呀、啊，八二，八二八二，中了。大包奖。我。没丢啊，丢鱼呢？终于中鱼。哦，大只的、哦，有有有中了，牛尾牛尾。对对，哦哦，大只了，大只了，大只了，幅度不要太大，再低一点，啊，要一直卷，不要松哈，哎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一直卷，哇、哦，大超大超，我靠，直接给啊，大只了，大只了，快快快，这边，我操我操，走位走位，真是不错，真是不错、哦，哇，大牛尾。你的干母这边都无我钓钓啦啊！我气死了我！因为我被水母蛰到，这赛事没卖。为什么就只有我没钓到嘞？这个也是会中的吗？真的！哇，一整只拖下去，王子爸爸喽！我靠，钓蛇！后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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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哦啊哈卡住了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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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有尾巴的大只的，来啊，弹字的哦，发什么鱼？要不要开枪呀？王子，王子，靠！出来！吓死我！吓死！出来！出来！奥伟，奥伟！还有丽丽啊嘞，我不一样了。打架，打架！勇敢，打脏话。哦。
大只的拿起来就是不一样啊，杀手熬成这样，杀手看如果就当圆鱼的话，可能有点勉强。这个鱼就大成这样了。好了好了，我要换重一点的，我要换重一点的，200，冲，吃的很明显啊，我要含很久，我要含10秒。啊，好，你看来有当，要重一点，啊，不行，那太重了没有用，你不要冲，你想冲？这是我们超重点。很有力，快走快走快走！有没有拍到啊？应该是有。我先开相机，我等下喊啊。哦，很有力，超大只的，哇！我过来的哈，超巨型牛尾。啊，我拍不到你了。背光滑走，你不过那滑走滑走，没关系。小子，有有，哇，假面堆，比目鱼吧，吃不下去。哇，吃不下去！虾子太大了，鱼太小了。这一看就知道了，小只的。相机突然打不开，又中一只了，小只的牛尾，小只的，小牛尾，小牛尾，中了，好小只，高腰啊，啊，你也高呼啊，来，红鲈鱼来了，这只讨厌东西吗？还是好的，烂的，这怎么第一次是这种东西的？开火，是小咪咪，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鱼，啊。闻到光了，我哪前一节拢无呀啦，打到光了，啊？你看不到，最后有什么想法或建议的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。我是钓鱼少年雷沐伟，我们下期见。